一定难的。在中原时期，这个玉佛彩法会，我相信那宅子那供应呢，拢是修得规划。有这个感动来打一部分嘛。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佛陀呢，我们带着开始在讲，这个娑婆世界是堪忍的世界，娑婆叫做堪忍，堪忍，为什么要堪忍？这个世间有苦有乐，那么最大的堪忍呢，是咱要面对着生死无常的种种变化，咱要有功夫啊，去超越着生死，袂当让生死呢去束缚着咱的智慧。所以佛陀呢，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伊就修着这个堪忍。的这个方法，所以咱本书释迦牟尼佛叫做能人即命，忍人啊。什么叫做忍人？只有用柔软慈悲，才法度化解的种种的困难，叫能人忍爱人。这个人呢，叫做柔顺，我们要柔顺，柔呢叫做柔和。顺呢，就是什么不违背真理。这个顺呢，虽顺因呢是无违背这个世间的因果道理。所以以柔软心，柔软心呢来随顺着真理，然后来超越生死，叫能忍。即灭论啊，即就是极尽，灭就是怎样灭除。所以即灭呢，极尽灭除所有的烦恼。所以呢，咱要用咱的柔软随顺真理，然后呢，才好度用正定正见来去破除掉咱的烦恼心事。所以本书释迦牟尼佛讲。这样的一个德好，就是一个修行方法。那东西都得会得住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那东西世尊所教导出来，那东西不重要。什么叫做不重要？都要记住，除了出家是不重要的以外，只要我们听了佛法之后，你产生了智慧，你开始面对你正确的人生。你就是佛陀的所教化的佛口所生起，这《法华经》所说，佛口所生起，经过佛口就是真口，经过是佛陀的教化以后呢，咱脱胎换骨，所以咱是不中间，对不对？在天上讲，世间讲，上摆开始是通考验，有吹讲话，无吹讲家己，一格教人当人知。人若要做善事，看阿人袂使，看阿袂使。人要修这个法门，就讲念佛陀好，其他方面，啊，变好念佛。念佛陀好，即句话对唔对？只是讲你的心态，你的知见不正确。刚刚吃饭的意思啊，吃饭有个人你汤米先管，你若叫吃白饭，连咩话汤米加饭，未使。那怎么吃？怎么健康？佛法一样，佛法也赶快啊，不能盲修香的，盲修香的啦，绝对不可能成功。盲修香的，有个人那生一个，你看到一个影，就生一个影，因万万万万都去比对着健康的心理模型。因此呢，叫轮回的生死，万般辛苦，
因此嘛，不断咧了解着世间所有世界，今日咧咱一个人类啊，咱跟师父讲一句话，讲啊，有师父甲教我啊，讲啊，修行啊，爱行菩萨道，菩萨道咧要哪行？但愿众生脱离苦，但愿众生脱离苦，不愿自己求安乐。不是讲过得快乐就好，是希望每一个娑婆世界每一个众生都得到安稳快乐。什么叫做安稳快乐？不会再受任何的烦恼影响着他的吃苦，那叫做安稳。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。是把一切众生的都得到平安，有地位心。所以菩萨修行的时阵啊，行菩萨道要千锤百炼，过去真苦啊！咱咧大汉，咱咧大个，咧大庆，咧大庆哦，有一间庙啊，咧大庆嘛是男子，啊和尚嘛是男的子，也是同雕的同柱。有一间这个庆，就把这个方丈和尚啊，控制啊，伊讲啊，和尚啊，恁真有分别心，你讲啥吼？你咱一天到透早要搞，暗时要搞，啊，平平拢吃饭，啊，坐伫顶悬，迄个拢免搞。你透早啊做课，就甲咚，就甲咚，就甲咚。啊，讲安尼轻轻扬扬，他就很开心。同样都是同灶，啊，坐伫顶悬，迄阵就拢免搞，啊，我就来逐工同搞，讲甲明明吼。真有客气，控制就对了。当然，这是佛陀在经典里面的一个善巧说法。那和尚和尚呢，把这个客，把这个大钱，妈哟！你拢看到你干净，你干什么比人安尼大大细在安尼讲？你要怎在钱顶面做做？要爱有爱皮肉锤，安尼刻到软软的，又是难讲的，叫做千锤百炼的，得爱经过大火安尼个烘过，安尼个烧过。经过安尼一刀一刀甲切，一刀一刀甲锤，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，才有今天的释迦牟尼佛。他哪里没有被打过？他是经过千锤百炼的、啊。你不过就是被敲了几下，你就在抗议什么？那你怎么成就？为什么解你天马天尊？他就是千锤百炼，为什么他就是解你他？还不是起步啊！当年的大天，又红又红，像我那个开心的，但我觉得残酷，残酷的。今天人家的成就是千锤百炼来的，不是斗争来的，不是计较来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佛陀的什么能人的智慧，极灭的真理。才能够到达彼岸的念头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咱借着这样的修行的话语，真的，你要想一想，佛陀是怎样成就的？佛陀今天有这样大的成就，到达这样的一种境界，那拢是不作假，那拢是因为听到佛法以后，我们改变了自己，我们断除了我们的习气。你每一句念佛都有功能，可是你习气不改，你烦恼计较烦恼这么大，你再怎么念佛也成就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烦恼妄想执着，没有办法让你的心清净。那你心要爱清净，那就是要健康的态度。我们要成为一位。佛所教化的一个修行者，我们就要行菩萨道。从凡夫到成佛的这一条道路叫菩萨道。这条菩萨道怎么走？他会很辛苦，他很辛苦。他为什么很辛苦？他的辛苦是为了圆满菩提，不是来这边受生死业。啊，我来，那我行菩萨道。
候得要卖假货嘛，你不行菩萨道，你会更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行菩萨道，你可以很肯定的，你从这一期的生命乃至到近未来讲，你都可以有此健康的色身，你都可以有佛法的世界可以成长。假如你不行菩萨道，你很有可能怎么样？生生世世都在三恶道行寇行罪。哎，我两个啊，卖钱跑上来，我怎么回来？哎，你代志都大条啊！为什么大条？三恶道绝对无有，三恶道绝对给你助持。因为你不行菩萨道，你就没有福报，你福报用完了，你一定到三恶道去，别无选择。但是你今天行菩萨道，虽然有很多的辛苦，有很多的过程，但是你每一次的辛苦，每一次的过程，有一天你会得到最究竟的解脱。你喝茶，你那天想逃水吗？大家有做习惯做习惯，你要想睡觉，你做坏了，是不是啊？赶快练习。我们虽然每天很辛苦很辛苦，但是你到达彼岸涅槃的时候，你就是最快乐、最快乐的修行人。是不是这样？这就是智慧，佛法真的就在这里。虽然那个那个几天讲辛苦的过日子，那个那个几天来讲辛苦，何尝是呢？简单讲就可怜讲，但是每一个简单，每一个可怜，都产生在白老白去啦，一天一天白去。你没有在上一间，你按白老白去啦，这个白去的人，你也出来啦。你也救了，在北会点加行动，但是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最快乐的？行菩萨道，不能让只是自己怎样啊？我感觉过来后得了，我被叫过来，安住住。所以，不易啊，遇佛解，我办什么？我们借用这样这种殊胜的法会，不要告诉你自己，我们学佛的态度要正确。那还不如抬头来见他，因为你那抬头上面是抬头见他。那我们不随顺着我们的意识分别心，他安排过过他别的，我们不受我们个人的情绪影响。每个人都有情绪，但是我们的学佛态度不受情绪影响，我们依佛法的真理来修习，该发心的发心，该后面的后面。只有完全放下计较，完全放下比较，你才是真正最快乐、最有智慧的学习人。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我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么好的一个佛教因缘，行菩萨道虽然辛苦，但不行菩萨道会更辛苦。这是师父这段时间学佛以来的人生的使命。行菩萨道很辛苦，但不行菩萨道更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可能咱遇到三宝道，三宝道呢叫做乌天暗地的生活，乌天暗地的境界。你看三宝道，地界有欲求心，还有开化，有恐惧。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？福报用尽。虽然我们行菩萨道很辛苦，但是我们行菩萨道每天都在累积资粮。那个参禅，咱得经常去虔诚，大家虔诚。你的经验看到一天你要建设你的家庭，你要买较好的主来对你生活，那都没问题。你的福报够了，你的智慧就来了。你的福报具足了，你的智慧就跟着上来了。所以行菩萨道是我们每一位修行者应当努力。佛陀那个佛陀一个是很广大的行经，在佛陀的本身故事里面有很多。尤其在伊个在佛陀在2560年前，在印度，他行菩萨道，他舍离了王位，以奉献牺牲，用伊个人的性命布施大众。佛陀是用生命在布施的，我们只不过是用的劳瓜，还要是用金钱的布施，或者是用不住的布施。佛陀的修行是用生命在布施的。他把生命奉献给十方法界众生，出家修行依然如此。
我们是把生命奉献给大众的，那我们今天用什么来回馈给佛教，回馈给佛法？绝对不是用个人的情绪，我们是用佛法的政治界来报三宝，所以我们能够上报是重任的，才能够来下至三宝。所以我们要报佛恩，就要告诉我自己，以正确的学佛态度，走向光明的解脱，好不好？我们用正确的学佛态度，走向光明的解脱，这是我们今天浴火节最大最大的期许。借用这样的一个因缘，可以再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开始，也勉励自己，也勉励大众。祝各位法喜充满，同学们。